再见了，慢点再见，慢点再见。然后刚刚你说到，你犯何了？哦，就是打，有时候打到会有那个到底该判几判的问题的话，你在场上你就先判，你先判你觉得。那他有一个监察，没有，他有一个监察。如果你犯错的话，没有，他取消，他会BBB，或者是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判，但是后面有主审觉得很不好的话，你比完他才会跟你讲，他不会干扰我们这场比赛。所以说你就是进了该场地这个程度，要这个程度是三判，我就进球了，这样三判。我是说嘛，你看演戏，你看我们演，因为这个有点模糊，下次我们演，因为到底是他很装呢？